大家好，我是 Lolly 365的 Founder， 我名字叫 Eddie。 我们帮传统的 Delivery 公司呢是没什么分别的，我们只是我们有用 Apps 啦，方便大家去 drop off 东西或者是 collection 他们的 parcel。現在我們做多一個東西是在這個 mall 這裡是做這個 drop off 和 collection point， 因為我們365日都會開，每一日跟回個 mall 的時間10到10，這個就是 我們的優點了。哪怕是其他的 logistic 的公司都可以幫我們合作，他們的東西都可以等在我們的 shop 那裡，然後客仔過來拿。我哋嘅服務咧係有 drop off 同埋 collection point， 我哋有 buzzer delivery 同埋 large item delivery， 最後一個我哋有 moving house 同埋 office。moving house 同埋 office， 我哋係有埋 apps， 所以客仔可以用手機，只要好簡單撳幾粒掣就可以 book 到一堂 lolly， 而唔係好似以前咁去揾一啲電話嚟 call。如果你有兴趣我们的服务，所以你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或者是 Facebook page， 所有的资讯我们都会 update 在我们的平台上。